这个影响你的能量场。好久没吃了。啊，再来一次，看得到吗？同志们。是啊，这边这里地方江南的地方。你在碰那个好。因为有时候我问你，我就唱了两下，哎。看到吗？在哪？在这里，在反转。所以那个场对我来说。对你现在不好，好，你复杂这个好。好，现在你对着糖说了四句话，不停的说，不停的说。请原谅。我爱你。谢谢。对不起，请原谅。我爱你，谢谢。停了。停了啊！继续说吧。对不起，请原谅。我爱你，谢谢。对不起，请原谅。我爱你，谢谢。好，现在直说，我爱你。我爱你。一直说，一直说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对糖说，我爱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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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看，我爱你，爱你。转了，好，现在你拿开你的手，转的圈细了一点哈，你再放手上去。我爱你，我爱你。这圈更大了一点。对不对？对，我爱你。你不用说了，现在。如果我在心里呢？也不用，不用，我们做实验嘛。你拿开。我想实验在心里嘞。待会儿，待会儿，慢慢来。好，看这个还在转，不过虽然是小，弯了一点，对，你手放在上面。啊。正在长。已经有正能量了。已经有正能量，跟你有正能量，你跟他的关系，你跟他的关系改变。嗯，所以不管这个东西是好坏，我只要给出对他给他爱，他都是好的。就是你之前的 program， 那个你的。跟我有关，我要自己负责，好坏我自己，我要负责他的好坏。嗯。好了，明白了，这个四句话很厉害。有魔力的。杨毅啊。我来试试看好不好？拿其他的糖吧。拿其他的糖。这个好了，这是水呢？啊，好好，这个是奶茶。这是水。这奶茶来的。拿我的手吗？拿我的手试一试。啊，不用。嗯。一定要是一个物体吗？你再拿，再拿上面。哎，要反转。看得到。负的。负的，好，你用你的心说吧。拿开你的手，啊，再放上去，啊，一样，改变，很简单嘛，对不对？好。所以不管是默念还是念出来，都是有效的。对。你后面的再看，你问一问后面的。哦，这样，好。